为着要来增加着囡仔多元的生活体验，扩展视野，同时尊重在地民俗多元的文化，台湾国小特别推动着亲子各类财政的体验户外教学活动，协同着友达精彩资源，佮有七龙积德来进行着各类财政的和采收的体验。为着增进囡仔多元的生活体验，拓展视野，并尊重在地龙狮多元文化，协同友达精彩太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甲滴杰青龙办理本次各类财政式甲采收体验活动，期望囡仔伫活动过程当中，除了体验六万在地龙山文化之外，更会当透过甲亲子之间共同进行采收良好的活动，培养共学共好的优先情操。鹿满国小跟竹崎的皓月农场跟当地的青农，我们合作在这个地方推动食农教育，今年已经进入第五年。那今年我们很高兴有友达精彩还有泰丰集团也一起来协助我们小朋友推动食农教育这个活动。今年10月24号，我们今年种的是高丽菜的秧苗，那我们预计在60天后，这批孩子在中间持续的观察之后，2个月之后，我们会带孩子回到这块土地上，跟5年级的小朋友还有今天很重要来的家长，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把高丽菜做采收。那个鹿满国小以及那个皓月农场一起合作，就是推行这个食农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开发这个新型的液态细肥，想要推行一些无毒的农业资材，所以很高兴今天来到这边跟小朋友一起推行那种无毒农业的栽培，这样是的一个算是细粉纳米等级的细粉，以及纯度很高的细粉来开发这一支。对，第一个是很容易吸收，之后有让植物有抗病虫害的功能。那我们这个除了是肥料之外，我们也是一个免登记植物保护基金。好话农场主人青农杨胜祥先生具备工程科学的背景，做科学专业跨域进入种植农业领域，在六万地区前进侪年，支持学校办理食农教育已经5年之久，多学校同动手做的亲近土地宝贵经验。新闻新闻蔡明东的家乡采访报道。Wow. Are we going to find smart fish, my babe? I think it's just down here. Look here. Just zoom in quickly. No, look. Honey, I think we're lost. Oh, hey. Well, yeah. Ask her.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smart fish is? Oh, of course. Go straight along this road for about 3 blocks. You can see smart fish.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加个好友吧。Thank you very much. Honey, what do you think it is?欢迎来到英语友善城市嘉义市，只要您看到加个好友双语服务认证标章，就能畅通无阻地在嘉义市大街小巷里尽情享乐。对，我们菜单，谢谢。我们提供双语菜单、双语店家手册服务，以及店家英语实战培训。The English menu. Oh, that's right. Can we order the sausage and side dish platter set, please? Yes.Thank you. And it's good. It's good. Really? Let's go to this one. Okay, this one. Round up there. 让旅客无论在嘉义吃、喝、买、乐，都能够自在享受嘉义市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最道地的人情味。Hi. Hello. Can we see your menu, please? Yeah.Wow.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Welcome to Jiayi. Come join me.透过嘉义市双语服务认证标章计划，我们协助嘉义市特色店家拥有更便利的双语素材，来与外籍旅客互动，让更多人发现嘉义市的美好。邀请您一起来畅游嘉义 ，Come join me。